English song. Good. First, let's do some exercises. Warm up. Do some exercises. 做些运动。知道了平息里面的一些关键词啊。那个，我先请艾娃那个姐呢，把它读一下。大家关键是看一下这后面这个字哈，这个动词用的真好。待会儿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好，下面有请 LY 姐念一下，武举，虎扑，虎底，鹿底，鹿奔，雄运，雄晃，雄晃，猿啼，猿哉，鸟声，鸟飞。谢谢谢谢。大家看看哈，咱们这个古人真是了不起哈，这五禽戏这些动词，这个西方的这个翻过去很难翻哈，举呀、扑啊，有些字真的翻不出来，所以我们说向这个大自然学习，学习这些啊动物怎么样这个保，他们又没有医生，他们也没有药，但是他们能够自己就是调节自己。好，下面因为我不能举着，我和大家一起做，我就念。但是大家概念里面已经有一个，好，给大家30秒钟把这些动词再看一下，等会我说的时候你就有印象啊。好，天上飞的、地上走的都有。好，下面大家坐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我们一起来啊。虎，这个 tiger 啊，一想到这个老虎，这个凶猛，对不对？它这个虎踞，这个踞肯定是就把我们这个地板啊，这个地板举起来，也可以站，也可以坐，都可以哈。我还是坐的，因为这个哈，虎踞，我现在这个右臂还是有点不行哈，所以我就是一边可以举高，虎踞，踞。好像举重一样的，对不对？能够用这个的其实挺好的，练我们的这个肌肉。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经常还是去练一下。不可以的，可以就用那个就是矿泉水的瓶子，其实还是挺好的。所以这个肌肉不练会赖下来。这个是小的。没有的话，可以去用矿泉水就可以哈。举，来，咱们举5下啊！哇，对，good，yeah，举啊，对，练举。好，第二个，大家记得这个虎扑，老虎扑食，扑。这肯定是往前吧，要有这个劲。如果我们是扑扑上去，肯定没有那种感觉的。虎扑，虎扑啊，来，一起就往前扑啊，这手明显不行。来，虎扑，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千万都不能忙呀。我这个手现在找到了原因哈，是在已经6个月了。去年12月份的时候，家里前面那个树，我叫人家公司来估价，他说要到2月份，我说2月份都下大雪了，你们看什么雪？看什么树？他没关系的，我们有机器伸过去了，我就等不及，等不及就逞能，就用那个好高的楼梯爬上去，那个锯子我是根本拎不动的，那个锯子根本拎不动的。那么反正不管怎么，长话短说哈，就是叫家人去，有的人家讲等抗锯，那我就不行，我就要去锯，结果去锯拿着那个锯子是。很沉的，但是一个人的叫用西方语言叫 personal pride，就是假如说我跟那个唐妈两个人就说，我就可以，我就要争一口气，我就要争一口气。所以那个锯子在上面已经抖抖抖，但我手已经是不支持了。但是人的这种骄傲，好像自己就很能干，就一直举。还有一种危险哈，我们以为这个树一锯了以后，我以为它往那边倒了。它有的时候一半的时候，它会往你这边倒的，所以事故随时都可能出生。如果是往这边倒的，就被你压死了。我锯的树，这个树是这么大的，
结果这个手现在就伤了，六个月了，现在这个有，嗯，现在好，这个心脏是好困难的。所以你对我女儿讲得去对你我也不怕给你看，你看我现在贴了一个什么东西，哦，中国的那个叫风热湿敷，膏，风湿膏是吧？贴烂了那个，因为我自己这个时候不太好做，你看这个皮贴的这个像什么样，皮贴上，过哎呀，敏了，对，过敏了。西方他那个的，他医生讲 X 光也照了，奥特上的也那个，他说没有那个什么，但是奥特上的还现在第二天就出来。总而言之，我跟大家讲，我们不要逞，我就是血的基础，虎扑，这个时候你整个这个 momentum 啊，好，下面鹿底，这个底一个提手旁，一个那个高低的低的一半，我觉得是哈，这这个个。吗？你们的理解是什么？那个鹿底，我觉得是讲这个鹿的那个爪子，这也我也可能体会错了。鹿底，大家看到那个小鹿跑哈，小鹿跑，那我们不能这样跑，我们就只有用这个爪，这也是它变爪子哈。鹿底，关键是在这一块，关键是在这一块，大家知道有很多。网球掌啊，都是这个啊，来底，用这一部分掌啊，底，哎，鹿底像小鹿一样的啊，鹿底，好，接下来一个是鹿奔，这个大家会做啊，奔跑，对，有奔，yeah。Running，奔，很好，奔，他说是说有很多专门是这个操，练这个走，但有的时候做了还是有点痛。OK，来啊，路奔好，下面两个是大家一起来复习看，熊这个字用的好啊，看到吧？运和雄晃，雄的这两个动作是补脾的，关键是这个的运，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五脏六腑，我们人这个就是说异想天年去走了的时候，其实很多四肢还是可以的，但是五脏六腑的机器已经坏了，所以这个一定要保护内脏啊，这个运啊运。运和晃，我们放在一起做吧。运，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晃肚子啊。运和晃，对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它动一动，运动，运和晃。呀，反过来，再或者你还可以。撑着这个腰，就什么，来就撑着这个腰啊，对，运和晃，运晃，对，好的，经常晃晃腰，或者你像熊走路这晃也可以哈。下面这个猴圆，好，圆蹄和圆腮。提灾啊，提，这个我们做这个动作来，对的，五指连心，对，我们一抓一提，一抓一提，一抓一提，都练身上每块肌肉和筋骨，好的，那么。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来，我们真的像猴子这样摘桃子，左边摘一下，右边一下，这些东西和你们家里的小孩一起玩更有劲哈，他们就是比较形象，他们喜欢这种比较形象的语言。摘，好，
最后一个，生和非啊，生和非，生和非。这个艾娃大姐天天早上在做的，天天早上在做的哈。这个伸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手把这个手伸起来，我们做五个伸。好，飞加一个脚啊，加一个脚把它飞起来，嗯，加一个脚哈，大家看到啊，你可以自己编也可以的。这个伸，然后飞，对的，或者往前有这个 momentum 都可以，伸和飞，如果不稳可以扶凳子啊，伸飞是练胯，伸飞，好的，再换这边，伸飞，伸飞。亲爱的歌友们，你们不要看单脚独立哈，单脚独立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一旦人单脚独立的话，整个人体的那个血液循环的位方向是变的，这个是可以调节各种各样的心脏的那个血调。所以我们不是那个有一个叫金鸡独立啊。所以建议大家经常如果是不稳的话，可以靠墙或靠门，都去单脚站一下，很有好处。练平衡的，练平衡的，随你怎么站，你这样站或者这样站，这样站都可以。总而言之，经常去练练单脚平衡。飞鸟，飞鸟，飞鸟，飞。OK， 非常好咯，下面我们一起来唱歌 ，Thank you。我把新的 song 这个歌词呢已经发在我们学唱英文歌里面的，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这个歌词也非常积极哈。我猜想歌友们大家自己也去看了，现在我们分享一下屏幕啊。好，这首歌叫 Sing， 但是你去 Google 有的时候可以叫 Sing a Song。歌友们看得见吗？现在没看到啊。没看到我的屏幕。看到了。你看到的不是你这个这么小的这个歌词啊，得放大啊，这就是啊，放大。放大。我这个把它手扒一下，可以放大的。艾娃姐，这个不是图片，它是网里面、图片可以掰大。这个，那大家就我教大家自己抄一下的上去，对吧？我已经发给你，那么反正只有看这个小的委屈了，因为这个图片是可以掰的。我举个例子啊，我把这个拿掉。你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来拿一个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你看我这样掰一下，它会大的。图片可以掰大的，但是网里的东西我掰不大。网里的东西掰不大，所以我刚才是在网里面搜出来的，这是我妈妈给我写的，凡事只求三分满意，哈哈，好，所以少生气啊，对不对？只要我们希望值低了的话，肯定就不生气，总是希望着，哎呀，怎么这个怎么，凡事只求三分满意。好，不管那个，那我就对不起了，因为这个是这个网里面的，我们自己用手扒一下就行。哎，好，你就看你爸谁行。好，下面来啊，我在读之前呢，请歌友来读。大家看到哈，这里一段、两段、三段、四段，好，四段。那么我们这个啊，请那个 Tammy 老师把第一段读一下，然后接下来艾娃姐读第二段，接下来第三、第四段那个。东明老师和建南老师读一下啊，没关系，如果是有什么原因的话挥挥手我没关系啊。
边读呢，我就看一看这个，就是说是有什么我们要一起提高的。好，下面有请 Tammy 老师前面四句。OK, sing, 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Very good, Tammy 老师，你跟幼儿园的老师一样的 ，very gentle but very clear. I like that. Very good. 大家看到哈，这个。应该来说都比较简单，这里就是 sing， 前面不需要讲了，唱歌对吧？第二句 sing out loud， loud 是大声的，我们说讲话是 soft， louder please， 声音大一点， louder， 那么就唱响一点，来声音大一点， sing out loud。 好，那我声音大了， sing out loud， loud 有的时候但是要它要怎么样，把 loud 换成了一个 strong， 强壮的，强壮，对吧？唱的有力，唱的有力。好，然后我们比如说 sing good thing， 好事， not bad。比如说今天啊，唱歌，今天好天气啊，今天不好天气啊，反正就这个意思，不要唱不好的东西啊。sing good song， not bad。然后 happy 和 sad 又是一对反应，高兴的，高兴的，对不对？不是，是的。哎呦，我好可怜啊，我这手好痛啊！什么 ？No, not sad, happy. My hand is getting better, my arms getting better. Yeah， 好的。下面我把这一段简单的唱一下啊，没有。Sing a song, sing along.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基本上就是这样，待会我们会一起看。好，下面第二段有请艾娃姐念一下。嗯，这里有五句了。Sing on song, 每天心跑。别跑 ，making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怎么跑 that, ？Don't worry, that i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Just sing, sing a song. 好，艾娃姐，你不介意啊？你这个心啊，还是挺有东北味的啊，很心。sing, sing, 来 ，sing, 对对对 ，sing, 对对对 ，sing, 对 ，sing, sing a song, OK, sing a song. 下面 make the simple to last. 它这个 it 代表唱歌。唱一些简单的歌，简单的歌可以唱很久，而且容易朗朗上口的。Sing a song， 不是 sing a song 哈 ，sing 没关系啊。Sing a song， 下面 make the simple to last， 很简单流畅，打通俗易懂啊，朗朗上口 ，simple to last 就很持久。Your whole life long， 这持久可能不是一会儿。大家我们都记得小燕子这个什么三岁的时候是吧？还丢手绢，这可是现在咱们都七老八十了，这个歌还是记，我不讲，不应该说七老八十啊，都记得这个歌。Last life long， 一辈子都记得，一辈子都记得啊。Life long， 下面一个 ，Don't worry。That is not good enough. Good enough, okay? For anyone. 下面一个字 ，else， 艾娃姐，请你读一下。有点难的这个。Else. 对的，哎，好听。对了，对的 ，else， 对的 ，else， 对的 ，else。
对的 ，else 出现，这样都是非常好。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这个 else 是修饰这个 anyone 的啊，就是说 to hear， 不要担心别人讲，哎呀，你这个唱的不够好啊，调不够准呐、啊，这个嗓子这个嗓音比较闷呐、啊。No， I'm not worried about that。Don't worry， that's not good enough。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这里不用 listen to 啊，用 hear。Listen to 是听 ，hear 是听见 ，OK？ 那么怎么样 ？Just sing， sing a song， 就是唱，就是唱。旁边人在那里讲，哎呀，歪姐，你这个地方这个没唱好，我还是 sing， sing a song， 哪怕跑调，我还要唱，唱的就是开心，对吧？对对，这个是 just the sing， just the sing 啊，这就是本意，唱歌的本意。好，下面两段请。这个韦建南老师和东明老师念，随便你们两个先念啊。好，嗯，有请。可能话筒没打开吧？啊，好 ，sorry。That's okay. Sing a song. Let's word sing along.Sing of love there could be. Sing for you and for me. Excellent. Good. Continue, 东明老师.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a song. 非常好啊、oh, ！Don't worry, tha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好，这四段我们读下来了。你看，它这个歌本身也很简单。在我们一起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Any questions? 有吗？有可以自己。啊，举手或者什么样的那个都可以啊。没有的话，下面看哈，我们就怎么样就变成了鸽子了啊。Sing a song lyric， 因为我们要它的歌词的。YouTube， 如果我怕还不准，还有别人唱的，我就把歌 Carpenter， 这是原唱 Carpenter， 这肯定就跑不掉了。好，就来了。这么多，看到 Carpenter 是原唱，这兄妹俩，这 lyric 就是带歌词的，这我们三个都是带歌词的。好，下面我们一起欣赏，我们再来，对，啊。Sing a song.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Sing a song.
sing a song. Just sing a song. Just sing a那么我们分段一起来复习一下啊，在炎热的夏天，我觉得听听这首歌哈，轻松愉快，很舒心啊。这个我们一起来啊，下面我们一句放啊。Sing a song。好，请大家自己跟着我一起唱啊。Sing a song， 很轻松的啊，就邀朋友一起来唱歌。Sing a song， 好，下面继续走。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好 ，sing out loud。Sing out strong， 这里哈有点这个地方 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loud， 这个 t 跟 a 连在一起了，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这个都有点不是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它都有点含糊，这个就吞音，然后带着后面。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Out 和这个 on 都是元音，它突出元音啊。这两句有点难。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On, OK.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好 ，sing 稍微停下 ，sing。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我们把和那个朗读一样哈，这一段搞完了以后呢，我们看一下，请方明老师一唱一下啊。反正刚刚读的哪个读的那一段，哪个唱一下没关系的。如果不愿意或者自己没有把握，挥挥手也没关系啊。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not bad. 这个 not bad 哈，其实是非常口语化的。比如说人家问你，哦，这个东明 ，How are you doing? Not bad. 经常在马路上，你今天怎么样 ？Not bad. 这有的人讲 good， 有的人讲 excellent 啊。这个但是呢，我觉得这个 not bad 呢，我更喜欢用 good。或者 great， 即使你哪里有事哪里疼，哦 yeah， no feel good， no， 我这是我们都应该用 positive 啊。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再连唱两遍。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啊，没有把握唱的可以跟到念，其实也很有帮助啊。26个字母，它就是各种方式联系联合起来。所以你多读了以后英语就好就流畅。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not bad. 好。Sing of happy, not sad. 好。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唱高兴的，不唱悲伤的。Sing of happy, not sad. 好，下面我们请这个汤米老师先唱一遍，然后看哪位歌友愿意唱，你也可以把这一段唱一下哈。好，下面汤米老师，你要我这个放原唱，还是你就清唱？话筒关掉了。还是关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动好几下，它就哎，好像又关了。啊，哎，好了好了，嗯，我试一下跟原唱吧。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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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啊。嗯，好。Very good. 这个 delay 是我这边的问题哈，因为这个我这边在放，只有和我这是同步的，其他哪位歌友都稍微一点 delay， 对我也许你们听到不会 delay。 Very good， thank you Tammy。 其他哪位歌友想把这几句唱下的可以举手，有没有？阿外姐帮我看着啊，这个谢谢。好，我们继续往下啊，大家一起看。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life long. 好，第一句是一样的哈。Sing a song. 下面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这个地方稍微停一下下，这个句特别长。Make it simple.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再来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Again.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有的时候唱到第一念一念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Make it simple.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好，下面 Don't worry. 嗯。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好 ，Just sing a song. 好，这个好了。这个大家看的哈，我觉得他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具体。他这个 good enough 这个地方特别好听，有一种调皮的这种感觉啊。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good enough, 就好像跟小孩 good enough 啊。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a song.啊，他就来带我这个再带两遍啊。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good enough,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a song. 再来。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a song。碰到句子长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每一个词都啃出来，只要它的主要的原因出来就可以了。最后再给大家唱一遍。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你根本听不到我唱 D， 对不对？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这两个 T， 你这个 T 你也不怎么听得见的。 Don't worry， 如果你要每个字唱出来填满，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你看到就每个字就填满了，对不对？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主要强调原因啊。Just sing a song。 好，下面请艾娃大姐把这个唱一下啊，然后看哪位歌友啊，来来来，第二段，艾娃大姐可以吗？可以的。你要原唱还是就是清唱？你自己唱吧。好。每天心破的吧，Making simple to last you whole long. Don't be that no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your singing a song. Good. 阿外姐，首先我赞你，就是说把它唱下来。这一段呢，他要把这个从这里开始的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你好厉害啊，你这前面两句都没有了，就直接从 make it simple to， 哇，那个是有点难卡的，有几个地方稍微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我们从这里开始哈，我随时停下来。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再然后抽一口气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else 可以轻 ，for anyone else to hear。再 just sing， 你后面唱的好的，后面唱的好的，这个前面 make it simple 这个地方我再给你，我们再啊 ，make it simple， make it simple。Make it simple， 反复重复。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whole life long。这 life 前面也可以，也再重复一遍。阿外姐，你要再来一遍吗？来不来？好的，来一遍。好，再来，从那个 sing a song 这里开始。Sing a song， 好，有请。Sing a song, making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Don't worry about it.Know who and know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Sing a song. 好，我给你点赞，阿娃姐，你这个行动，你这个行动正好就说明了，不要管人家说你唱跑了调。唱得不好或者笑你 just the thing sing a song， 我就是为了开心，对吧？所以这个行动跟这个歌词太配了，太符合了。Good， 你好，叶老师，这个歌始终在鼓舞我，鼓励我。原来我是不好意思唱歌的，怕丑。我就你这个歌对我的帮助，对我的鼓舞非常的大。好，我就好，真棒。对，你说这首歌真的。
我就是在这个歌我才开始大声唱歌的，真的。哎呀，那太好了，你看这首歌就远远超出了唱歌的意义，鼓励你去做一些自己不敢做的事情，鼓励你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不行的事情。好了，艾娃姐听到你这话我也高兴，这就值了，是吧？太好，谢谢大家。真的非常感谢叶子老师，非常感谢。不客气不客气，哎呀，我很高兴，我很高兴。对的，咱们就这个用这个歌词来鼓舞我们。好，非常好，下面我们继续啊，东明老师和建南老师准备啊。首先我跟带两遍啊。Sing a song,make it sound,don't worry,don't worry,啊，艾娃姐，请你把话筒关一下。啊，忘了。没事没事，这个我跟大家解一下啊，这个啦啦啦啦啦啦，可以讲是副歌，也可以讲我们这首歌不是，它是 Sing to Love， Let the whole world 整个世界都给我们唱，而且 Make the simple。你看很多一些歌子里面的啊，那个上次我们学的那个叫做 Every 沙啦啦啦 Every 我吼我吼，它也没有意思，对吧？这个歌词也没有意思的，就是表达一种快乐、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所以这个啦啦啦，你看这么多小孩一起参加，我们一起的，庆祝我们的快乐生活，表达我们的心情啊。所以这个不一定。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好，我们往下走啊。好，画上。明显变调了哈，高了。Sing, sing a song。好，这个是一样的，虽然变调，但是还是一样的曲目啊、一样的曲子。大家跟我唱的。Let the world sing along。 好， let 是让整个世界，我们知道 let 后面这个 sing 不能加 to 的，凡是 let 后面这个 to 都不能要的。 Let the world sing along。 along 这个词大家好好记一下，非常有用。圣诞节的时候他放很多圣诞歌， Let's sing along， 来大家一起跟着唱啊，他放什么 Silent Night， 大家就跟着一起唱，对吧？在迅速路的一个响叮当，就跟着唱，不一定要唱那么好，没关系的，记得一句唱一句，记不到一句啦啦啦啦啦都可以啊。Let the world sing along， 比较高啊。啊， sing of love， sing of love to be， 啊，唱这个爱，把这个 could be 大家整个世界充满的爱， sing for you and for me， 你也唱我也唱，大家一起唱啊， sing for you and for me， sing for you and for me。唱不了那么高，我们往下降。Sing for you and for me， 降个八。Sing for you and for me， 啊，练的时候可以这样。Sing for you and for me。 好，下面韦建南老师，有请韦建南老师把这一段唱下。好难唱啊，这一段，我唱的也经常啃咳啊。吴建南老师可以吗？请你打开话筒。廖老师成吗？好，吴建南老师，好，请你，你从一样，
你要这个原唱还是你清唱？不要，好，那有请，你就把这一段唱一下，嗯。哎，从那个啦啦啦是吧？对对对，好，唱得好，对，来，嗯，从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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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Sing a song, let me walk, sing along, sing of love, sing of love, there could be sing for you and for me.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你不这个太高了，这样不太降调了，这样。行，我先唱这儿。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a song, just sing a song. 棒了，太棒了！我真的是为你们点赞，咱们真的是，你看你们这个到加拿大来，那个来，我们现场对话一下。吴建南老师跟那个东明老师，你们来加拿大多年多少年了？八九年了。你看你们就是这个学唱英文歌，你们以前学英语吗？我没有学过，他比我早学一些，我就是疫情以后才开始学的。那你太厉害了，疫情以后才开始学英语，唱英文歌就唱的这么好，你看真是这个，哎呀，那个。这个我真的挺，东明老师，你不介意我再问一下你多大吧，年龄？我76，47年的。太厉害，你太厉害了！你看你们这个歌好难唱的，这个歌真的英语唱的好，很多人讲英语还讲不溜呢，你真是点赞！谢谢老师鼓励，谢谢老师鼓励，嗯。我真的唱的要，你们这个功夫也没白下，我看你们每次把那个歌词抄下。好像这些都是很经典的歌，他们的是美国的那个民歌手啊，太棒了！好，往下走，下面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哈，我把它测一下，然后我请那个吴英老师啊，吴英老师，请你打开话筒，好吧？这个，请你给我谈一谈你对这首歌的感想，哪一个？吴英老师，嗯，啊，好，说一句吧，今天有点不舒服。那个刚才听了那个 radio 那个唱，还有叶子老师唱，还有歌友们的唱，我总的感觉这个首歌的欢快，好像有一种进行曲的那种感觉，那欢快的进行曲。我第一次听听这首歌，以前我没听过，就是跟这次学跟了叶老师学这首歌的，我一听这个旋律，我就立马就感觉一在行进。空一边欢快的空轻快的步伐先往前走，带着愉快的心情往前走，那种感觉，这整首给我的。但是看起来简单，还是唱起来还是有点不好唱，我觉得。我学了跟着学了多少遍，我觉得自己也脱离了谱，还是还不会唱的，还，所以我不开腔挺快的，就是。我就听大家唱。我觉得这个我是贝克的，所以你说这首歌很难唱的。这首歌是很难，特别是那后面刚才韦建南老师和东明老师唱的那一段难唱，那个还有那个艾娃姐那个那有几句，他要在那么短的旋律里面把那么多英语词都穿进去，就像我如果是搞的话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就是字越多越难唱。对的，这个我们有时候要选怎么样突出元音，怎么样哪个地方吞音，这个地方哪个连音，既有技巧，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真的挺替你们感到自豪的，这个挺好，因为我们每个歌复习一下，这个我们反复，我们学的这20几首歌都是国外经典的这个英文歌，哇，替你们感到自豪。那个吴英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首歌除了欢快，就像艾娃大姐说的鼓励以外，你觉得它歌词难不难？我觉得歌词还，因为它重复比较多，对的，歌词也不是很难，就对，因为重复多，对的，又觉得很上口。哦，好的，朗诵起来，很上口，觉得不是很难，但是唱起来觉得就有点难，还不用掌握这个节奏，还不容易掌握好这个节奏。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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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非常感谢。哎呀，陈真老师来了啊！陈真老师，你打开你话筒跟我们说两句，这首歌你英文很好的，陈真老师，我知道一个，来来来，陈真老师打开。跟我交流一下，不一定要打开试试。一个劲，我太佩服你们这些人了，都厉害，都厉害，连我的艾娃姐都是很厉害的。平时我们在一块儿听那个听她说英文哈，但是她把这个歌唱的这么好，英文塞进去那么准确，我真的很厉害的，很佩服。太厉害，太厉害了！叶芝老师，你真有本领，能把这个大家能聚拢到一起，然后唱的都这么投入，真好。爱你，爱你，我也爱你，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是你们的鼓励和你们的这个爱，让我对我们一直坚持了三年，真了不起，坚持三年。而且你们看，我真替你们感到自豪。你像刚才东明老师说，疫情以后才开始学英语。现在把这首歌唱这么溜，太厉害，太厉害了。好，那么我们这个还有八分钟，下面我也想听听其他那个哈。谢谢陈真老师，听到你的声音就是对我一种。戒指老师，请你把你的话筒打开。戒指老师是我们是这里大老大姐了，来，戒指老师。好的，谢谢。这我从三年前开始学习。每一首歌都是很认真的记录下来的，现在翻开这个歌篇很亲切的。那么我是想用一种抒情的情调来唱这首歌的，我觉得这个很亲切，很柔情，轻轻的唱，我要唱歌，我没有韦建南夫妇和歌友们唱得那么好，英文说得那么好，但是我的情绪很好。每次学唱歌、复习这些歌的时候，我都很认真的学，我愿意每一首歌都好好的唱，让我的心情更快乐，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情调。在歌声的陪伴下，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说建子老师说的好吧，对吧？言简意赅，深情并茂，而且他说的心情好，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切入点，对吧？唱歌是我们心情好，刚才阿娃姐说唱歌让我们鼓励，对吧？这个吴英老师说这首歌让他觉得很欢快。来，下面请静松老师打开话筒给我说一句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下面唐妈干两句上海话打开来听听，侬上海话开心了，开心了，来。小姐，谢谢叶子老师。那这个歌不知道以前学过没有，我是去年八月份才参加进来的。我这个歌的旋律我以前听见过，但是歌词我不熟悉，今天才刚刚了解，这个歌的曲调应该是蛮轻松的，是吧？应该也是调适心情的一剂良药，是吧？谢谢叶子老师。好，刚才我很佩服那个76岁的歌友，他唱的那么好，那么自然。那么熟悉啊，要向他学习，真的要向他学习，我很佩服。你看你们这些歌友，咱们互相鼓励啊，这种鼓励是胜似良药，这种鼓励胜似人生，对不对？我们说一个人啊，他这种归属感以及承认感，这谁都需要的，谁都需要的。而且真的，我替你们感到自豪。好，还有四分钟。我同时也感谢那些没有打开这个视频的，也感谢这些打开视频的老师和我交流。
那个咱们互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下面这个我请静松老师帮我念一下这个啊，静松老师，请你帮我念一下这个保健的，念两条。念可以。好。养生顺口溜。干保健，干保健，切保健，千保健。啊，我这念成了干。千保健，万保健，心态平衡最关键。人有童心，一世年轻。好，停一下，我们来停一下，看到啊，对刚才说的心态，这几位老师，这个介子老师的心态，高兴，童心。我们有的人说，哎呦，这个老太婆，这个老头子七老八十还唱歌，这首歌怎么说？Don't worry， 别人怎么笑你，别人怎么样就给我们这种 dirty look， that's okay， 我们自己高兴，只要我们不再伤害别人的感情呀，对吧？童心，好，下面请继续。嗯，人有童心，一世年轻，先睡心，后睡眼。对的，这个很多哈，这个唐妈我们都有的时候睡不着，但是心里面想很多事情。所以不要怪睡不着，是你因为咱们想事情太多了啊。心态平稳，药补食补不如心补。饭养人，歌养心。是的，是的。早吃好，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巧。好，最后还一点点，嗯。吃的慌，咽的忙，伤了胃口，害了肠，确实是良师益言，很有感慨，要照这样做，确实是个养生的很好的一个警惕。谢谢，我记住了。谢谢，咱们静松老师，妇产科大夫的这个。听到你的这个讲话里面也是带有 healing power。 好，今天我们还有两分钟，这首歌星星的song，希望大家自己可以再去复习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稍微的来说还是跳得快一点啊，我还是没忘记，这个电脑这段时间也不是很配合，非常慢，我在做我那些上次跟大家讲的请的那些外国老师和我们一起唱的还是非常慢，但是呢我们不着急，不着急，对吧？保持童心，而且这个唱歌养心。下次我们复习的一首歌是《Pop the Magic Dragon》。东明老师还记得这歌吗？《Pop the Magic Dragon》，Live the by the sea。好，谢谢，可以。好厉害呀！可以，可以。他们都记得，都唱得到。哎呀，好厉害，已经会唱了。心有灵通啊，他正好昨天晚上拿出这个老歌在唱这个。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歌，这歌很有意思。太厉害了，你们真是把这二十几首。他们夫妻俩做足了功课。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好，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三见。